足球怎么讲？卡球，卡那个桃花卡成绿油了。用方言讲，我先啦，陈汉威啊，陈淑贞怎么讲？哦，是，我都不会啊。足球怎么讲？卡球，卡那个桃花卡成绿油了。快点。网球。网球怎么讲？网球啊。哎，篮球啊。我还要讲黄色的水果。来 ，OK， 我跟你讲芒果怎么讲。香蕉，香蕉，香蕉应该。香蕉，香蕉，我先讲了。OK， 龙珠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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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平湘林，我的名字怎么讲？威瓜丹，他瓜，你在瓜什么瓜？汉汉瓜，老瓜吗？汉，我是这样想到啦。天哪，那个汉是搞老瓜的瓜嘞。马捞，马背，马马什么什么马？马马马，不对，背背。很容易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对啊，你应该会讲吧？菜刀粿啊，糯米啊，这个应该可以的。红会方哦，华广方言方言，红红色的红啊，红红色，红外红外风，红不贵哦，厉害，阿拉妈，红包 ，OK 啦，可以啦，红包也算是，红包红包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三郎黑哦。我哇怎么爱你？我都刚才讲说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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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哦，国锥，什么是国锥？因为我可爱。国锥有叫国锥的咩？是国锥啊。啊，国锥也是国锥，国锥应该是国锥。是蛮好笑的啊！你看伊啊，你看伊的戏啊，也是看伊的 NG 片哦，是真 entertaining 的。基本上，我基本上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冇相关啦，佢都唔好啊。即基本上，大家就好用心做呢个戏，同埋好少有喊嘅戏，所以大家都好用心啊！大家一定做得到嘅，呢个戏一定成功嘅吓，加油！听日同我上，好唔好啊？